假设说你这三条线的话是在麦克风这里，就是连接麦克风。哦，这是这里有四个孔都是接麦克风，那这里的话都是接耳机的。假设说你现在在这边，没有开声音，不好意思。这样的话都会有声音，然后他耳机里面都听得到你，比如说你讲话或唱歌的声音。哦，那因为这是展示机，然后它总会有八种不同的音效。嗯，按下去之后。耳机都听得到它那个音响，然后因为是展示机的关系，它没有 SD 卡。那如果有 SD 卡的话，就可以做录音。哦，可以录音起来。对，那你就是可以戴耳机上去听。哦，对，好。它会有一些预设的声音。嗯，对。哦，对，那这个都可以调整声音的大小。哦，所以它。这已经内建的那个特效音的感觉，这是展示机，所以它哦，它录好的。对对对，那也可以自己录音，可是要有 SD 卡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就是它还有，比如说像是蓝牙，就是你手机的蓝牙开启之后，然后跟这个在这边做一下设定之后呢，蓝牙的音乐开启之后，它这边耳机就可以听到蓝牙的声音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了解。对对对，然后手机的话就是类似 3.5 的孔，还有那个。Type-C 的口哦，就可以用。对对对，这个是它是可以带出去用的那一种。它是用在 Podcast 哦 ，Podcast 上比较常用。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个都是耳机的输出的声音。对，然后是比较像是 YouTube 啊，可能会使用。然后那像那种的有麦克风那种，就是比较偏向就是你知道载员吗？主播那个球评他们赛评在讲话什么的，了解。原来如此。对对对对，可能收音有的比较广，有的比较窄，像这种就比较窄。然后因为它有分电容式的、动态式的那种，还有指向的那种，所以可能好多种，有微小的差别。对对对，看你用手机用在哪里。摊位的右边就是
站慢慢走一走就到的话，应该还算蛮近的吗？但是应该要走个5到10分钟吧。然后它这边是售票处，但因为今天是免费的关系吗？但它今天就没有开放，然后那边就直接是入口，那边入口，然后这边就都是一些摊位，但以后可能会入驻店铺吧，我觉得。感觉现在好像北流都有到处在招商什么的，都、就是办公室啊之类的。哦，还有，我要找人吗？OK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波波仔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波波仔。Prophecy now.
到疯掉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欸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个北都事变的现场的现场什么记录，对，完整版完整版记录。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我们很帅，自己弄自己说。我们的那个现场记录会近期或者之后播出，然后非常之帅。那期待一下，哎、欸，有来北都的帮我举手。哦，我们还需要再讲一下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可以讲下一张专辑，下一张专辑。哎呦，我们下一张专辑叫……哎，名字还没公布过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行，不要跟你说。你要小心耶。我们下一张专辑已经差不多80%了吧，大家可以哦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好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张， okay. 然后还蛮中间还蛮好玩的，其实我们有用很多不同的方式，就有别于以往我们第一张做的方式。Oh, 对啊。不知道。这条路走了多久，想不到拒绝自己的理由，不是为了谁而决定执着，不是为了自己而选择沉默，只要在一点就会有抽离，谢谢。
再过一段时间就看看会怎么样。派狗派也太大个了吧？好不好？兔子、鱼、龟、啊，不然大家带走一条下来，每个人底下这边都白白的。对啊，那就好。虽然不知道要干嘛，总之贴一下。派。专区没有啊，他没有写说在哪里哦、喔，没有写在哪里、啊。我俩在副驾的尾巴看一下其他。然后你们之前有没有听过他们？我觉得他们也是紧张很厉害。我没有哎、欸。你再说一次，那是什么团？苏大贝。苏大贝。哦。就是那时候去摇滚台中。很小时候就是凑时间在听他们的，然后觉得他们就不错嘛，表达的真的还蛮不错。哦，是哦，好啊。就是看起来好像普普的，可是你就觉得你听得出来他们音乐还蛮用心的。哦，是哦。来看一下，木主唱还蛮帅的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来看一看，是不是我们那种 style 的那一种？所以那是哪一种？帅哥，台湾帅哥，这个。概念，要思考一下。找一个，干干的地方。干干的地方，那附近都干干的地方。那是地板。你要坐在地板上，要坐在床上。但他这边如果有什么椅子就好了。那个很可爱、欸。你模仿他吗？你要怎么模仿？你模仿看看，我帮你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笑死欸，蛮像的，蛮像的。哦，真的欸，它是一个小海豹状态。我北腰是个大家可以带回家纪念的东西，虽然我等一下可能就会把它丢掉了。然后还有伞。他这次好像真的是蛮多宠物的。能不能告诉我你最真实的感受，至少让我明白该怎么做才能够让你愉快。像天山的星星，几万光年的距离，听不到你的声音，猜不透你的心情，不知道你不能告诉我你想要的是什么。哎，这不是完美逃避的借口。你还可以当就是小雨衣，有没有？你就剪动动剪一剪之后，它就可以变雨衣。
谢谢。第一首 pick 就断掉了，谢谢。所以你有听？大家好久不见。为什么要学他？